欢你。大家，哎，今天呢，我要问我们的小船员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。平时我们用什么来看时间？对，雪儿，你说，钟表。用钟表来看时间。假设现在没有表。对，没有表了。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除了表以外呢？哈哈，这样吧，接下来我们派一位小朋友到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去看一看，那个时候没有表的情况下，人们是怎么看时间的。飞船开启穿越时空模式，飞船会在一天后来接你，千万不能错过这个时间哦。是远古时代，驴爸爸船长让我寻找记录时间的方法，还说飞船会在一天后的这个时候接我回去。哦，一天的时间，该怎么记录这个时间呢？哦，我有办法。每天时间不一样的时候，树的影子和长短会发生变化。这样，只要明天这个树的影子再到这儿的时候，就是一天时间过去。啊，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回来吧，走。快看，树的影子到大石头了。船长，再见。哇，在白天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根据太阳的不断的变化投射出来的影子来判断时间。我们模拟一下啊，哎，这个手电筒就好比是太阳光哦，照射，照射，啊，随着一天，它也就跟钟表一样会转动，对，就是这个影子啊，哎，它的影子呢指向哪里？看见了吗？就可以大致的分出一个时间。当然了，这种方法也有它的弊端，就是也有它不好的方面。万一是阴天啊，或者下雨天怎么办呢？哎，而且到了晚上，可能就不好来记录时间了。所以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们记录时间的方法也在不断的变化，不断的改良。那么随后，人们又发明了新的记录时间的方法。这次谁想去看一看呢？同样，哎，我们是第二天的同一时间来接你，记住了吗？好，举手是谁？好，请我们的雪儿小朋友回到从前去看一看。飞船开启穿越时空模式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啊？哎，
火车是在哪里啊？这里是宋朝。你是谁啊？我是来寻找记录时间的方法的。泡泡飞船要一天后把我接回去，不能错过这个时间。记录时间的方法，这个我有办法。这个是我特制的香，它烧完刚好需要一天的时间。你看，香马上就要烧完了。是啊，这个方法真不错，我回去要告诉绿泡泡船长。再见。古人啊，是用这个香记录时间的。和它同时期呢，人们还发明出了其他的记录时间的方法，比如这个，大家认识吗？沙漏啊，沙漏。仔细看，我们可以看到细细的小沙粒啊，从中间往下，一点一点的往下流。那除了这个烧香和沙漏记录时间以外呢，还有一种方法叫做铜壶滴漏，大家一定呢也觉得非常的好奇，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。不仅有沙漏，其实古人还发明了一种铜壶滴漏，在不同高度上放置三个漏壶，然后在它们的下面再放一个接水壶，有刻度的箭杆便放在这个接水壶中，使用时最上面的漏壶里的水先滴入中间的壶里，中间壶里的水又滴入下面的壶里，而下面的壶里的水则滴入接水壶中，随着接水壶内水平面的升高，箭杆便逐渐上升，人们看箭杆上的刻度就能知道具体的时间了，我们平时所说的一刻钟也是因此而来。除了这个手表以外，古人还有这个一炷香啊，沙漏、铜壶滴漏来计算时间啊。当然了，这几种方法呢也有它的弊端，这几种方法它们记录的时间是有限的。哦，香烧完了就没了。而且相对比较短。后来呢，人们又研究出了很多记录时间的这个工具，直到有一天人们发明了钟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小船员也去看一看，哪位小船员想去呢？好，我们就请浩浩小朋友去体验一下。飞船开启穿越时空模式。泡泡飞船把我放到什么时代了？这里是17世纪的欧洲。先生你好，我是来寻找记录时间的方法的。明天的这个时候我必须回去，但是怎么知道时间呢？这很容易，看，现在是下午3点，明天下午3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不是我们的表吗？对，没错，这就是早期的表，距离明天下午3点还早着呢，咱们一块出去玩吧。哇，这次玩的真是太开心了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你最应该感谢的不是我，是那些发明钟表的科学家们，是他们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。再见。我们讲了很多远古时代计算这个时间的工具，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最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法？影子。通过影子来判断啊。那接下来呢？香。烧香。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呢？浩浩你说。沙漏。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铜壶滴漏，这些呢也是记录时间的方法。当然了，都有它们的局限性，记录的时间啊比较短，而且可能会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。直到有一天，人们发明了什么？钟表。钟表就可以相对来说更加准确、有效和持久的来计时了。我们的小船员们真的是太棒啦，为自己鼓鼓掌。好，谢谢小船员们。那我们的船员们表现那么棒，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呀？